看好的人，看善的人，啊，加想好的代志。哎，安尼修啊，啊，唔是规工看遐歹，听歹，想歹，看到一个小姐都要人强暴，我去啊，完了。哦，你好，色情未吸到你的身心，已经完了。不但完了，死了后，原来会去地狱受苦，爱去地狱受苦呢。哦，你看爱去酱油店呢，唔是安尼啊简单呢，爱去上刀山落剑拿。爱去落去的眠床啊，迄铁的眠床全火，一声就烧起来，臭大。因为牧羊才一点落去，伊真清楚，哦，所以注意，咱就是爱注意。咱呢，要来突破困境，要来远离这个困难的环境，咱就是先爱爱护家己，唔好把家己用到无啥啥。那知影家己心情无好，欲念真重。愈爱想办法来净化，好净化了后，咱身心放轻松，尤其会当念佛，哦，迄个心真清，无你会当较清高啊。看伊即卖心有敢那吼，记录世界呢较清无？有啊，啊，即卖较好啊，演技较好，当然是即卖较好啊。虽然就是爱向约束自己，像即卖社会出真侪问题。真侪人吼，咱国家拄着困难，真侪人爱去国外做代志，去到国外做代志，惨咯，家破人亡。虽然有一撮钱通好赚，不过家破人亡，我感觉这个问题真麻烦呐。啊，家破人亡，这边的太太甲放咧，这边的囝甲放咧，以为讲安尼不要紧，实际上注意啊，这负担因果，你敢知？爱负担因果啊！伊放你的某，放你的囝。我去年伫马来西亚有一个太太去机场接我，伊安尼足甜的啦。等下我要回去进前，甲讲师傅师傅，我要阁生一个后生啊。我讲哈，你要生一个后生？我讲较慢的啦。伊讲较慢的，但是我年纪足大呢。我讲较慢的。我甲讲恁先生先甲顾好吼，才阁讲。啊，这个太太有够高义的。我要生后生，甲先生敢有啥物问题？阮先生敢有啥物？我恁先生甲顾好才阁讲。结果呢，伊伫过年的时阵，伊伫病内底，病着因先生拖来皮包来呢，藏着一张小姐的相片。原来伊伫国外去大陆做工课。哦，迄、那个大陆的小姐对伊足好诶，因两个呢，哦，安尼真好。哦，迄个时阵，这个、太太要去跳冰城河呢，要跳冰城的大海。哦，我是足惊伊去自杀。哦，伊即马拢差不多两工敲一个电话来，拄好要来嘛，就去敲来。伊讲师傅啊，我即马安怎安怎？我讲你唔好气恁先生哦，啊你唔好去自杀，你若去自杀，恁先生死定了，你阴魂不散，会抓我，我抓恁翁。哦，所以为着要救因翁，我叫伊唔好自杀，我一直甲鼓励，我有嘴讲啊无烂，我讲你千万唔好自杀，哦，啊你爱忏悔，啊你爱打扮美美啊，因咧外国人吼，拢爱讲美美，你才听有啊？哦，你每天要打扮美美啊？哟、哦、要这样吗？哦，对啊，要美美。然后，伊本来长头毛，伊就要加底，要把打扮得很美美，衣服穿美美。我说你每天念地藏经，每天啊就吃素。家里弄干净，啊，打扮美美，这样等你先生回来。啊，无安尼一直要走去跳迄个冰城河啦，要跳落到底，哇！迄冰城的高温都加几啊条，哦，有够不可思议。即几工真好啊，搁去大陆，哦，已经半年较加啊，搁去大陆回来甲宣布，太太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再烦我了。我结束了，我结束了，你跟我结束了。哎呀，这太太爱先生实在是有够伟大，我有天下间的女人感动到，女人背叛男人很少，男人背叛你太太很多，所以在座的贵宾，你家己好想看卖啊，对太太较好，懂不懂？所以注意当心，天下间的男人是足有福气、足有福报。
你看男人拢互恁行头前呢，拢互恁坐大位行头前。即马虽然提倡男女平等，还是男众吼福报比较大，女众我们要很忏悔，咱往那忏悔咱业障往那较重。哦，你看老男众的事，阮拢让互伊行头前，一定的这一定的规矩伫的。哦，我袂讲哦，我今仔日是你处长，然后我就要进头前，不会这样。哦，还是要谦卑，伊要了解自己啊。我是女众啊，我虽然做理事长、做当事长，我今天我也要很低心下去。我知道我业障重，谁讲的？释迦牟尼佛讲的。我也相信因果，相信属性啊。所以呢，女人修本分，男人嘛爱向安分守己。哦，恁福气这大，爱修福。你若愈修福，你看像你今嘛会向修福啊？因那修福，福光普照。那修好前途光明，那修好哇福气就大啦，懂不懂？注意动手，所以人生非常的苦短，所以你身体爱顾好，有听到无？过来，这一家按呢，阿公阿妈按孙啊，按仔仔按仔婿。拢地藏菩萨救的，尤其拢师父甲因帮助。我有一天伫遐想想讲，哇，那也遮厉害哦！因这个甲地藏菩萨照因缘，大大细细拢地藏菩萨甲伊救的，我够不可思议。这个阿公十几年前，伊咧驶客轮车，甲人呢摩擦，少年的客轮车落来，安尼甲拍拍拍拍到目睭要痴迷。伊甲我讲师傅啊，我目睭会痴迷。医生讲我目睭会痴迷。我讲啊，我实在足唔甘。你目睭痴迷，一家拢靠你咧赛车咧趁钱咧生活，啊目睭若痴迷要安怎？所以我回去上德寺的时阵，我咧拜三宝佛，我咧观想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忏悔弟子庄财坤业障深重，所以再来甲人结迄个冤业，恐怕甲目睭痴迷。世尊，你爱保庇伊目睭会当咧好起来，可以会当好好阁开车。我一拜一拜一直拜，我从拜起来了后，我看到伊伫我的面头前，伊目睭足金啦。我伫心内咧想讲，我呢要甲讲，我当个台胞要甲讲，讲庄财坤，你袂痴迷啊啦！我看到你的目睭金起来，袂痴迷啊啦！你看，伊即下目睭金荡荡，较瘦较老迄个啦，迄、那个爸爸啦。哦，啊，迄、那个妈妈哦，较细汉、较福相，迄、那个是妈妈啦。哦，伊会去卡，伊要卡有够严重诶，互我母甲母煞煞。啊，迄、那个细汉啊，迄、那个妹妹十几岁啊，迄、那个呢，吼、哦，甲做父啊，阮那个生出来囡仔，哎，六个月就走出来，啊，要死要死。迄阿嬷讲舒服啊，较紧尔，我的孙得要死。我讲唔免烦恼，伫边。伊讲伫边，我要安怎？我讲不要紧，输个皈依，甲好一个法则，法号叫做物美，希望她以后很美丽。医生本来讲面乌去啊啦，好带转来啊。阿嬷讲袂使，紧摕灵岩酒水哦，咱的灵岩酒水真好，摕去啊休休的。哦，啊，甲抹伊个嘴唇，你看，雾眉遮是挖起来。过来就是迄个啦，上水个徛伫后壁迄个，迄、那个呢，因爸爸食道癌，因爸爸食道癌，伊足友好个，含因兄弟拢来甲求。我讲好，啊，你甲叔配合。啊，因爸爸迄阵哦，食道癌开刀好，阁足好个呢，阁要日本佚佗。我讲千万唔通哦，所以爸爸活到一棍，所以有诶，我讲爱甲我配合，就是讲吼，袂当随便走动太多，懂不懂？哦，啊，所以因爸爸搁伫诶，迄阵我就讲，恁大家拢爱去检查，检看看恁有癌症无？结果伊发觉伊肠癌第三期、四期，医生应该讲差不多，差不多。结果我讲紧紧紧紧开刀，马上开刀起来，情况还好。今天又那么漂亮，很庄严。但是要再说，
爱搁顾，吼，会晓顾。啊，上届考呢，就是这个竞赛，正月初三讲要去泰国佚佗，冻到袂到初三，初二也么着差不多，差不多啊。啊，所以呢，伊本来安排要去佚佗，结果进前去暗脑充血，所以过年遐脑充血拢死去啊，干那一个活嘞，我感觉足无简单，脑充血。